是是，你就搁这边出来，他问题现在是不是准确不？我说打这玩意儿，咱那地方走错了，那不是奔一线，像哪说那个，就更完了，这不跟闹腾的吗？这里头。在前方红绿灯路口右转，进入金牛山大街。我操！这傻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这逼样还违章拍照？这还能违章啊？这整个就全堵了。去那么大劲儿干？哎，他那摩托不怕灭火啊？那他也得顶着走。那摩托比咱这还难。前方200米。绿灯路口右转，进入金牛山大街。要开始划船了。